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今夜有戏，我是郭德纲，欢迎你们。本节目是由自然轻盈的月活优格独家冠名。我有点不太习惯，第一次说这话，而且我没拿人钱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个买卖该怎么干怎么干啊，那是呢，该说的就得给人说。嗯，大伙儿这么喜欢我们的节目呢，我们只有好好把它做好，才能对得起广大的观众。嗯，其实对我们都很熟悉，但今天我觉得台上需要单独介绍一个孩子啊，坐在那个角落的是我们新来的小助理佳佳。然后这个女孩呢是我的，我是一个男孩，她从来就没有让我说对的时候啊。我叫简简。跟大家做一介绍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岳云鹏。啊，都没人理你，你看见吗？既是我徒弟，也是今夜有戏的二助理，是啊，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什么意思？就是二嘛，我二我骄傲。谢谢你的坦诚，这孩子是人非常的好，台上呢也不错，台下也挺好，反正长得。也行吧，因为他这个模样就是以理解为主吧，欣赏为辅啊。什么叫理解为主啊？长这样不容易，还行还行，挺好啊。那个能说能唱，在我这些徒弟里边，我好几十个徒弟，啊，这其中有他一个，他算是比较全面的了，不光说还能唱，爱唱歌是吧？对，最喜欢唱歌。你觉得在咱们这行业里边唱歌，你算是怎么样的？佼佼者。